就是短板，不用问，就是要露肚子。那如果你真的不敢露，你就再拿再高一点，顶多就是把它遮起来。然后呢，手的话你不要再担心了，好，一个拳头哦，好不好？再来，我觉得它方领也方得很漂亮，就是它不会太大，然后太小，然后围很小很围的小公主，几乎没上肩，就是抓一点小皱皱而已。最后啊，完全不露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它有双绑带，所以上绑一个，下绑一个。第一个，我们的那个衣服不会左右掉，然后后面这一条啊，其实你比较肉肉就放开一点，你比较瘦瘦你就绑紧一点，然后这边都不会勒，因为我说你可以自己控制，所以你说这件是不是一件好上衣？就当出门就好了。